华人文化元宇宙中心的资讯工程师，我叫涂家正。我主要负责是这次潮元宇宙策展的混合实境系统的设计以及制作。本次策展所应用的科技是混合实境这项技术，而混合实境这项技术呢，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，但它其实也是属于像是 AR 和 VR， 它是同一种范畴的技术。而在混合实境呢，它其实是结合这两者的特性，它当中包含了AR 的资讯叠加的特性，以及 VR 的一些操作上的互动性。而在混合实境呢，它所强调的点是虚实整合这项特性，而我们也将这项特性呢，尽可能应用在这次的策展的体验系统当中。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呢，因为其实我毕竟也不是熟悉道教仪式的专业人员嘛，所以这方面在内容上面的一个设计以及构想呢，其实还是必须要与一些对于这方面有专业见解的人来做合作，而透过多方的合作呢，他那边可以为我整理一些内容上面的一些流程啊，或是分镜表的制作，而我呢，则是想办法透过混合实境这项技术呢，尽可能把这些内容转制成系统可以呈现的部分，然后来让使用者呢，不再透过像是以前我们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去观看道士做法，或者是一些仪式的进行，而这次呢，我们就实际的，担任道士这个角色，然后实际的去做法，然后也可以透过虚实整合这项特性呢，来去看到一些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看到、没有办法看到一些像是纯想之，一些画面的一些想象。我们这次展览最有特色的一个展区，应该是我们道教元宇宙的这个展区。这个展区呢，就是要让观众体验一下我们道士是怎么在科仪当中存想，然后去升上天界面见我们的三清道祖，还有诸位的天尊。那我们这次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展品挂在天花板上，这是我们李丰茂教授所珍藏的这个云路传咒图。这个图就是在描绘道士他从人间到天上的整条路径的过程。那我们在 HoloLens 的体验当中，就是把这个图像把它具现化，所以当观众戴上眼镜，就可以看到这个云路图的这个图像，就是栩栩如生的呈现在你的面前。还有另外，这个是刚刚是非刚净表的部分。那还有这个我们入户祭，要道士要升上玉金山去朝谒天尊。那这个玉金山的这个图片呢，我们是透过我们国家图书馆所珍藏的这个《渡人经范甲本》当中描绘的这个玉山上经玉罗霄台的这个图像去做设计的。那这个部分呢是 3D 呈现的，那大家如果戴上眼镜看到，应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道士他面见天尊，感受到那种庄严跟神圣的气氛。除了元宇宙这个概念之外呢，现在最热门应该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这个议题了。那其实我们这次整个展览的这个 logo 啊，也是透过我们的 Midjourney 这个 AI 生成的。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展板里面，我们六个神明啊，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当代的一个形象。这个形象我们一样也是透过这个 Midjourney 用 AI 生成的图。那我们都知道说，其实神像就是反映出我们人心目中对于这个神明的一个想象。那我们透过这个 AI 的演算法去算说这个神明的形象是如何，其实也是在反映我们这个当代人心目中他们对于这个神的理解，对整个宗教信仰的理解到底是什么。